他们出宫了吗？是，娘娘。圣旨都不听的人，太子一来就听话了。你说陛下心里会怎么想？大郎去见陛下，还没回来吗？ 他做的人情，拱手送给了朕。你说朕是该谢他，还是应该？爹，若是三郎加了官，儿是不是就真的不能久居于爹爹的膝下了？ 去给你娘请个安，也出宫去吧。干政之过，他就这么一走了之。殿下没有走。 是陛下让臣带给殿下的。殿下是不相信臣，还是不相信陛下呢？是御赐，殿下脱下的，就是抗旨不满。是臣四人奉献。 殿下穿着的，就是请罪不成。心与不信，穿与不穿，都在殿下。朕给他的衣服，他穿了吗？小人这就下去再看看。不用去，他不冷。